长山远，脚步不停止，云飞风卷，江水不休，黎明升起，泪光闪闪，繁星撑起，灯火辉煌，江山如歌。英婷，说的多好啊！鼓掌啊！以前的事儿，该过去都过去了啊！要眼睛向前看，面对全新的挑战，后面的工作更艰苦，每个人要掌握凿石头、打炮眼的技巧。我们也要做死人啊！那当然了，都要成为多面手，明白没有？明白了，分配的吧。别抢，别抢，别抢！来，从明天开始，第二中队在烂泥湾清淤的基础上填土铺路基。好，没问题。第三中队在桃花山、茶树岭、乌溪沟运碎石。我们服从安排。嗯。第一中队在大石窝打炮眼炸山取石。声声炮响炸碎了石头，也炸燃了我们筑路的热情。毛主席讲过，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当中，依我看，我们筑路的伟力也存在于民众当中。我们筑路大队要继续发扬比学敢帮的精神。下面我来分下工，一会儿我们分成两个部分，一部分跟着副大队长去运石头，另一部分人跟我继续炸山取石。我们要两人配合，一人拿铅，一人拿锤，要眼到、手到、锤到，要手眼合一，防止出现安全事故，明白没有？明白。好，开工。我来宣布一下今天的施工成果，李天柱、陈大满这一组打炮眼2.5米，罗大队王先明打炮眼3.3米。哦，哎，李天柱，听到没得？野技术员宣布成绩了，你们输了。哎，你不要看你有一身子力气哦，你干起活来还不如我们这些读书人。瞧你这一脸得意的样，还臭显摆什么呢？也就是你跟罗大队长分到一个队了，我估摸着那活全是罗大队长一个人干的，要不然你能赢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在这磨嘴皮子了。要我说，这么干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，这一天也干不出来多少活，这得干到啥时候是个头啊？罗大队长，你看这钢钎啊，这得两个人干，一个人拿八棒锤，这配合好了还行，如果配合不好，一能砸手，二还伤到眼睛，你看能不能改进一下？
哎，不是大队长，他输了就输了嘛。哎，他打字都不是一个，他还在这里瞎输。哎，这话说的不对啊，怎么了？搞创新非得识字啊？那就没有新的想法了，那就不能搞创新了。那当初我搞那个分层填土打夯，大伙儿都不同意，都认为我也不识大字几个，那不也搞成功了吗？哼，瞎猫碰上死耗子，那是撞上了。沙凯，你说什么呢？上一次罗大队搞陆基试验的时候，你就一直泼凉水。哎，可是后来结果怎么样呢？我支持罗大队的想法，就应该鼓励支持大家搞技术改良。我同意叶兰同志的说法，天柱，啊，尽管去尝试，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搞不好还搞不坏吗？对不对？没人要求你一定成功，只有尝试了，才有可能创造奇迹。谢谢大队长，我会努力的。师傅，忙着呢。哎，那个，我想让你们帮我打一根炮签。炮签？你要什么样的炮签？就是比普通的那种炮签呢粗一点，长度呢是普通的三倍。你要的这个钢签太奇怪了，从来没见过。我也没见过，我就是想改良一下。要得，一会儿给打来。大队长，大队长，啊，大队长，你看，你看，天柱，这是你改造的钢钎啊。天柱，你这是钢钎吗？又粗又长，这怎么干活啊？整个一定海神针嘛。先别着急批评，他肯定有他的想法。天柱，说说吧，为什么弄成这样啊？我琢磨着哈。两个人冲签呢，既浪费了钢签，还浪费了八棒锤，功效也不高。我在想呢，就把它加长加粗，用它自身的这个重量，一个人来冲签，这样呢节省人力，还不用八棒锤。想法倒是不错，看看效果吧。来，哎，大伙儿都听听，来看看这个天柱新琢磨一个钢签，来试试。哎呀！来来来，我试试，我试试。嘿，还真可以啊！但这分量不轻啊，这用起来能比八棒锤省劲儿？还行，比八棒锤也差不多。我觉得呀，可以做一个测试。李天柱，你用这个单人冲签啊，看看半天时间能打出多少米的炮眼，再和双人进行对比，功效啊就一清二楚了。行，谁给我比划比划？我来比。同志们，告诉大伙儿一个好消息。以前咱们两个人一天最多能打八米。半天打到六米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，但是今天李天柱一个人半天就打了九米。九米，九米啊！我刚才测量了王先民那组的成绩，两个人半天只打了6.2米，你超过了两个人。看来李天柱的这个单人冲签法功效翻倍。非常值得推广，给我们的发明家鼓个掌。
样，师傅？哎，师傅。哎，师傅，我想让你帮我们加工一下这几根钢签啊。还能这么加工吗？你看一下吧，都按照这三种形状加工签的。我干了那么多年铁匠，今天算是开了眼。那奇形怪状的能用吗？哎，能不能用你不要管嘛，你就按这样加工嘛。空杯篮子姐，你不来送饭吗？哎，对，送完这趟就可以吃饭了。哎，那你们今天啷个没带药丸呀？药丸？啊，兰芝，啊，药丸呢？快点，快点，快去找一找。坏了，慢点啊，天珠，帮我们抬一下，快搭把手。走。你可听我话，别乱跑了啊！快坐下烤烤。啊，行了。哎，小三子，哎，老班长跟苦妹呢？老班长和苦妹带人到后边洗菜去了。哦。兰芝，回来了，在哪找到杨华的？哎呀，在河边儿。这河边儿。来。哎呀，没事吧，杨华？这妖娃掉水里了。要不是副大队长及时赶到，我们娘俩都没命了。啊，没命了，这么严重啊？是啊，那水又冷又深，多亏了副大队长。这孩子肯定吓着也饿着了，我给你拿个窝窝头啊。哎，快，快热的呢，吃吧。兰芝。你跟幺妈在河边，副大队长是怎么知道的呀？我不知道。我在想啊，他一直在关注你们娘俩的一举一动呢。他心里啊，肯定还装着你呢。他装没装我，我不知道。今天他救了幺娃，我心里感动，我要好好谢谢他。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，要不是人家副大队长啊，你们两个连命都没了。你不是给他新纳了一双鞋垫吗？赶紧给他送去啊！啊！哎，苦
红梅，要不你帮我送一趟吧。我这个忙我不帮，你自己去。红梅，那副大队长都说了我俩就当不认识，你看他这话都说了，我还怎么好意思去找他呀？红梅，你帮我送一趟，姐求你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去拿鞋垫儿，谢谢。这天怎么说下雨就下雨啊？副大队长，副大队长来了。红梅啊！哎，副大队长，张过啥事？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出来再说吧。给，这是兰芝姐为了感谢你特地给你做的。她跟我说了，今天要不是你呀，他们娘俩掉到河里早就没命了。她让你送我的？嗯，是，跟你那双鞋一样的，你能穿。哎呀，我都跟她说了，不要在我身上浪费针线。哎哎，副大队长，我还有几句话要跟你说。你们俩的事儿啊，兰芝姐都跟我说了。当年啊，你在地主家的院子放了一把火，地主把你抓起来了，差点把你枪毙了。他跟你说这些做啥子？哎呀，你别着急啊，还有些事儿你不知道。你跑了以后啊，地主抓到了兰芝，把他打得半死不活。他也没把你藏身的地方说出来。后来呀，这地主把他爹找到了，吊在梁上一顿打呀，眼看着就没命了。这兰芝一看不说不行了，他爹就快死了，才把你藏身的地方说出来的。是他让你告诉我的呀？他没让我说。兰芝觉着呀，自己带个孩子配不上你，他情愿你恨他，也不想让你知道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。副大队长，不打心里啊，希望你接受兰芝，好好对她。拿着吧。那我走了啊。今天天柱发明了单人冲铅法，今天仙明和四眼儿又发明了鸡冠状的铅头。哎，这第一大队的比血敢帮的精神是越来越强了。这个单人冲铅法呀，一天可打17.5米，加上你们发明的这个鸡冠状铅头啊，劳动强度没有增加，一天啊可以打出22米，跟这个单人冲铅法比起来啊，每天还可以增加3.5米呢。这太了不起了。王莱芝，哎，兰芝，兰芝，副大队长，副大队长，快点去呀！跟我出去走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别人看见不好。有啥子不好的？我又不跟你做啥子偷鸡摸狗的事。你是副大队长，是干部，我怕别人说闲话，我怕耽误你。回去吧。嘿，你这个人，
我都不怕，你怕啥子？哎，大家别看了，快干活吧啊！来，继续洗菜。好好好好，这边把火添一下。快快快，拿上来，坐了。拿去吧，拿去吧，干活吧。睡了，就在这说吧。谢谢。谢谢。我这有一些当地的特产，天冬蜜饯，宝宝都喜欢吃的。你拿去给药丸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来找你，就是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那个鞋垫，我已经穿上了。但是，这工地上生活条件艰苦。你拿的针线不要浪费在我身上，多给瑶娃补补衣服。那天你救了瑶娃，我感谢你。瑶娃是我心头肉，但它是你膝上的一块疤。你能救它，我已经很感激了，其他的我都没多想。来子，副大队长。那天你说过了，咱们俩就当不认识，没见过。报告。哟，忙着呢。哎呦，两位大队长，今天是什么风把您二位给吹来了？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这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，找你来求援来了。只要我能帮得上忙，我肯定帮。咱们都是为了成渝铁路嘛。来，坐下聊。来，来，倒两杯水。那我们就开门见山了。啊，我们大队啊，现在负责扎针取石，这有了顺手的柴刀，才好砍柴吧。现在别说顺手，我们连刀都没有啊，他没炸药啊，我们自己制了点土炸药不行。来喝水。谢谢。我们现在没得炸药啊，那我们只有停工了啊。你看你是物资站站长，神通广大，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所以我们想找你给我们解决燃眉之急。这个炸药短缺呀，不光你们第一大队，整个铁路工地它都缺。你们可能不了解情况，在成渝铁路修建之前，原计划由中央财政部经军需部调军用炸药到咱们工地上。啊，但是朝鲜战争一爆发呀，这个调拨计划就终止了，炸药短缺，各个大队都在找我要炸药，缠得我是焦头烂额的。你们已经来了第五波了，前面都走四波了。那。照理来个意思，我们等不来炸药啊。支援抗美援朝嘛，短时间炸药是调拨不过来，你们只能自力更生，或自制或收集啊。再怎么，我们现在确实困难呀，没有这个炸药，我们现在在那个工地上就是晒太阳。你帮我想想办法嘛。我也是真没办法，要是有办法啊，前面四波也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回。你别难为我了，算了。国家有困难，我们不能再添麻烦，更不能跟朝鲜战场抢炸药。那行，我们自己想办法，给你添麻烦。啊，走吧，啊，你快忙吧。哎，好。我们自己怎么想？哎，走吧，慢走啊。改天到我们第一大队指导工作啊。好。你俩怎么想呀？哎，走吧。你在这做的有啥子用啊？那个大所的事情我跟你说好多次了，你为啥就不早点去协调嘛？你逼我，我能给你变出来呀？我早让你协调，你干嘛去了？那不是你该想的事情吗？你不该想。大队长，大队长，啊！现在工地那边都停工了，哎，大石窝那边炸山取石，炸药用完了，这怎么办呀？你看我说啥子？没办法，
这物资站也指望不上，我们都去了好几趟了，调配不到，只能自己想办法。不行，让大伙儿先休息吧。哎，哪么能休息嘞？依我看，就按照我说的那个办法办，把那水源拆了，制成炸药，让他们炸。你那是猪想出来的办法。那先锋连走的时候，九成的弹药都让他们带走支援朝鲜去了，留给咱们的本来就不多。那后面路上沿线上还有好多土匪特务要打，还要肃清，那到时候怎么办？交给我，你大家有啊？行了，你先去了。哎，爹，咱隔壁村不是有一个经常拿土炸药炸鱼那老乡吗？你是从布旁啊？对对对，就他。哎呀，你拉倒吧，他自己搞的炸药，把自己炸个半死，你还指望他？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哎，回来！你们说谁？大队长，我们隔壁村有一个人，自小跟个外乡的师傅就知道炸药。那个师傅走了以后，哎，他还一门心思捣鼓那个东西。别说，他真还把那个搞成功了。但是有一次制作炸药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把自己炸个半死不活，你说这人能用吗？哎，你等一下，老板，你刚才说自己搞土炸药啊？对呀，听说是把炸药做出来了，但是那个人是个哑巴。说不定这个法子还真行。这个土炸药吧，技术难度不大，关键是配方，得用当地能找到的东西把这个事儿给搞出来。这样啊，这个事儿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我们跟技术员再商量商量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哑巴，不是这个木耙，请过来给咱们做炸药，好不好？行。刘龙。哟，特派员，终于见到你了。这段时间我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，辛苦了。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随立上峰给我们增派的人手，自己人陈连龙。你好，咱们坐一下。好好，坐。这段时间你这个物资站站长当得不错啊，取得了共党的信任，工作做得很好。我一直按兵不动，应该没有露出什么破绽。嗯，目前的形势，他们出兵朝鲜，成渝铁路非但没有停工，反而进展越来越快了。是啊，再不抓紧搞破坏，他们就要得逞了。别急，我们这次过来就是要重启破坏行动。太好了，我都等不及了。我们准备长期潜伏，所以要确保行动不会暴露才行。嗯，这件事情不能操之过急，不能蛮干。是，来，咱们边喝边聊。好，来，来。来，吃菜，来，来。哎，对了，这段时间你在铁路工地上有没有找到可以发展的人？我一直在物色，啊，有一个人可以考虑发展。哦，他是干什么的？他是第一大队的技术员，以前呢是一个富家子弟，来到工地上以后怨气很重，对大队长罗向前非常的不满。好，太好了，这个人可以利用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沙凯。沙凯。我不同意。一个哑巴，又是个农民，他能制作出什么好炸药来啊？他做那炸药，万一是哑弹，不仅耽误了工期，多危险呢！对，沙技术员说的有道理。什么叫有道理啊？谁要是有上策，谁会出此下策呀？小郑说的对，
谁也不愿意用土炸药，可现在是没炸药，这是没办法的办法。如果不自制炸药，我们只有停工。你停不停工，你得保证质量。你万一质量不合格，伤了人，炸坏了人，你想过没有影响和损失啊，同志们？谁说自制炸药质量就一定不行了？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呀，提高质量，保证安全。哦，因为害怕事故，我们就放弃自制，这不是因噎废食吗？这怎么是因噎废食呢？我这不是废寝忘食，怕大队长那出问题吗？反正我觉得叶兰姐说的对。我也觉得，要不咱们就把木爬请过来，让他做一个试试。如果质量不好，咱们再改良呗。是。既然有不同的声音，咱们大伙儿投票表决。同意请木爬来的，请举手。我同意。就这里啊。娃，这是木爬的家吗？木爬是你爹。娘。哎呀，喊啥子嘛喊？你们。老乡，这是木爬家吧？哎，长官，这个是木爬家。我们不是长官，我们是筑路部队的，想找木爬帮忙。你们找我们家男人做啥子哦？啊，是这样，我们啊修路遇到点困难，我们的炸药用没了，听说木爬会制作炸药，所以我们想请他出来给我们帮个忙。做炸药啊？他没来屋头，他出去了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他不回了。哎，大妹子，我以前跟木爬就是老朋友，解放军大老远的来。让我们见见他吧。跟你们说了，他没有在屋头啊，他不得回来了。哎，我们屋头不欢迎你们，你们快点。啊啊！哎哎，你干啥子啊？啊！哎，木爬，你怎么了你？这，哎呀，你怎么了你？你进来了，你快点出去。啊！你快出去。这怎么了？哎！哎呀，不关你事，他的这个腿还不是做炸药做了嘞？那为什么不治啊？治？说的简单，你看我们这个屋头。饭都吃不起了，还治病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你们快点走。他要不弄炸药，还能保住一条命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弄了个炸药，连命都保不到了。哎呀，快点走！老乡，我们可以先给他治病啊。哎呀，治不到，治不到！哎呀，快点走！哎，快点走啊！哎，老乡，快点出去！哎，我们屋头不欢迎你们。木马，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国王的男人病成这个样子了，这朋友也不带去治一下。要依靠广大的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。走。老乡。哎，抽烟呢？来来来，点上。这是你家呀？啊。啊。这个下面木爬家，熟悉吧？还有个女人呐，偷人。你说的是木爬的婆娘啊？哎，说来话长啊。那个木爬的，他喜欢炸鱼。有一天，他自己的经常鼓捣那个头炸药。有一天呢，那个炸药把那个东西炸坏了，差点丢了命里。后来一个老中医呢，就蛮同情他，看他蛮造业，就不要他的钱呢，没跟他治疗，愣是救活了啊，废了。难怪呢。他那个女人呐，
不甘寂寞，就到外头去讨论。莫怕的也是没得办法，只有自认倒霉。哎呀，这么说木爬还真是挺可怜的啊！哎呀，是蛮造业呀，真的是蛮造业。老乡，婆婆，谢谢啊，我们先走了。哎啊，谢谢啊。嗯。哎呀，搞个炸药把自己给炸飞了，我们来找他有啥用啊？先别管炸药的事了，你现在都看着了，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啊。那他婆娘也不同意啊。仗都白打了，发挥军事优势，制定作战计划。是。木爬，说，哎，你别害怕，我们是解放军，是来帮你的，我们带你去治病，好不好？啊，跟我们走吧。幸亏送来的及时，要是再晚点啊，万一拖成败血症就麻烦了。哎呀，雨伞，那他目前这个情况，他那个腿能不能保住啊？全好不可能，恢复的好的话能拄着拐走路。哎，大队长，你不找人做炸药去了吗？对呀。他。啊。他这样，他能做炸药吗？能不能做炸药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反正看他这样，先治病吧。啊，做炸药回头再说。你要把他放这儿治啊？对呀。咱们现在药品紧缺，工地上的工人都不够用。余医生，我们俩去他们家看了，他们家的家庭情况极其特殊。我们要不管他媳妇儿，根本不管他，放家里那就完了。而且家里也没钱治。这能不能做炸药呢？先放放吧。第一保命，第二保腿。毕竟命重要嘛，咱们药品先紧着他用，实在要是短缺了，我再申请，咱们想办法啊。木爬，那哈里陪炸药的东西齐了吧？嗯，木爬兄弟，这东西可危险，可千万小心呐。木爬，只要威力大。你敞开了弄，我们几个都听你使唤，你随便用，嗯，干什么都行啊。啊，磨呀，哎，好，好好，
好了，小心别断了啊。哎。来来，站好位置。哎呀，木筏这个炸药好不好使，就看这关键一炸了。嗯，这次要是实验成功的话，咱们炸药的问题就解决了。大队长，大队长！哎，木筏，你怎么来了？能下地了？腿好了？木筏刚好一点，心急火燎的，非要到工地上来看看这个试爆的情况。对自己的手艺还不信任呢，啊！我有预感，一定能成。来来来，站好站好啊，小心，马上就爆了啊！大板，哎，准备好了吗？啊，严以信，好。着了，小心点啊。成了！太棒了！你可太棒了！你太棒了！太厉害了！太好了！太棒了！哎呀，成了！啊，全是你的功劳！太厉害了，木筏！木筏已经成功帮我们研制出了炸药。事实证明，当时顶着压力把他找回来，这步棋就走对了。大队长真英明。你现在说英明，会不会为时过早啊？不是，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意思呀。你这种炸药很难保存，很容易受潮失效，你这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？心远行。